固特异轮胎，百年创新，只为安全。从世界上第一条可拆卸轮胎，到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太空车使用的定制轮胎，从首款量产福特 T 系列原配轮胎，到2009年与美国宇航局共同研发的月球轮胎，一款永远不用充气的弹簧轮胎。重视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创新精神，造就了世界轮胎行业的领军企业——固特异公司。早在1994年，固特异就率先来华投资建厂，成为首家进入中国的外国轮胎企业。2005年，固特异公司将亚太地区总部迁至中国上海，有力地推动了固特异在中国地区的全速发展。在固特异大连工厂，员工们精益求精，全力以赴，致力为中国消费者打造最优质的轮胎产品。同时，固特异不断引进现代化的轮胎服务理念，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经销商、品牌零售店网络，为消费者提供创新可靠的轮胎产品与服务。领跑轮胎行业在于不断创新，固特异持有轮胎制造行业内最多的专利。中国的轿车轮胎产品线上几乎囊括了所有固特异的尖端产品，多年来广受赞誉，在专业汽车杂志和网站的年度评选中屡获殊荣。固特异史上最静音的轮胎 Eco Efficient Grip 玉成，弯道之王 Eco F1 非对称花纹轮胎。固特异为轮胎穿上防弹衣，2008年推出 Assurance 安舒轮，2010年新上市的 Assurance Fuel Max 安杰轮，更进一步在提供加倍安全保护的同时，为您带来更高的燃油效能。配套大师 Eco NCT 5采用长里程科技的 Dura Plus 耐成轮胎，牧马人铠甲专业越野胎，牧马人 F1 豪华越野胎，牧马人全地形静音装甲越野胎，牧马人全天候城市越野胎，固特异特有的冬季胎 UG 系列，开发使用了三维霸力炮技术，抓地更强劲，操控更自如。为保持固特异轮胎在中国高性能轮胎市场的领先地位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，固特异又启动了近5亿美元的初期投资，采用最前沿的技术设备建立大连普兰店新工厂，在绿色环保方面创造了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标杆。固特异飞艇象征着固特异100多年来积极探索的精神，关注轮胎，关注行车安全。固特异以飞艇做安全使者，积极传播行车安全理念，为飞艇所到之处的广大消费者奉献了免费轮胎安全检测。在中国扎根数十年来，固特异不断创新，不断超越。2010年，固特异更成为上海世博会美国馆的荣誉赞助商，与世博会一起倡导创新、安全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理念。每一份努力，每一寸进步，不断追求至真品质，超越完美，驾驭未来，百年创新，只为安全。固特异轮胎，一路领先。